好，歡迎翻返嚟下一節解圍，咁咪發發再講埋上水個和理行先嚇，唔係故意擺關子，因為我哋想掌握下啲時間啫。係嗱，嗰、那個最尾啱解散啦，解散啦，喺個橋度嗌落嚟啦。即係嗰個警察原來頭先兩個話我哋咩？佢話非法拘捕我哋行動係啦，非法行動，佢自己警方，我哋用非法行動嚟拘捕你咁樣。係啊，咁我就話喂，你非法行動，佢仲話係咁樣，屌我都。即係當時兵荒馬亂，我都唔記得自己講乜啦，其實啊，不過我哋真係跟住個脈落去度做嘅啫。跟住我哋最後咧就開麥肥翻上去鬧 Q 佢嘅，係嘛？咁我哋咪過翻去起點度，因為當時有人話俾我聽起點仲有人集結，但我哋去到起點度已經冇人集結㗎啦。咁啲市民咧，因為上水有幾大啊，啲人行完個遊係咪繼續喺上水度周圍遊啫嘛？翻屋企咯，係嘛？咪咁咯，係嘛？同埋多數落嚟嗰啲係附近街坊啦。冇錯啦，咁啊遊到咁上下，我哋遊到一個地方咧叫上水港、上水中心嘅地方嗱，上水好複雜嘅，有上水廣場啊、上水會啊，乜嘢都上水開頭嘅咁樣啊。咁啊，有個上水中心嘅地方，咁、那個地方度咧，咁啊，我就見到有啲人聚集，跟住我問佢咩事啦。嗱，同警方而家講出嘅版本係唔同嘅，不過我講嘅版本係我見到嘅版本嚟嘅。我見到咩版本咧？就係見到有好多人咧喺度指住幾個人嚟鬧。咁、通常嗱，你都知道我哋作為解圍主持人，我梗係去幫佢解圍啦，係嘛？咁我見到嗰幾個人俾人鬧，跟住咩人嚟咧？有幾個咧都即係卅零歲嘅男人啦，係嘛？戴住頭套，笠住蒙住面啦，跟住嗰啲人咧鬧佢嗰啲人咧就話佢應該係差人嚟嘅，咁我就出於善心，我行埋同屋企，我答住我，我話喂，我你咪差人啊，佢唔答我，你唔好阻住我咁樣，咁啊我唔理佢啦，咁我不斷都要答住佢，我問佢啦，係嘛，我話喂，咩差人咪講咯，係一句唔係一句，係同唔係都要答下人噶嘛，你唔係話唔係咯，係嘛？總之咧，你都知道我明知我呢個玩緊佢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我哋咁上下咧，突然間我唔知點解有班年青人咧，應該咁講，一班蒙住面人，我即係瘦瘦削削咁，我覺得佢係後生仔啦嚇。咁我衝入去上水中心裏邊。其實我係高咗一層嘅，佢喺下邊嘅。我唔知點解佢要衝上嚟。當然又冇，我當時我見唔到人追住佢，我唔知發生咩事。跟住哇，嗰幾個即刻攞支警棍出嚟啦！哦，現身啦！嗱，係咪啊？我覺得好清楚，你聽住啊！我話嗰幾攞支警棍出嚟，我唔知佢係咪警察嚟。現身啊！佢冇話到我係警察，攞支棍佢冇講過嘅，佢冇講過嘅嚇。然之後就截住幾日，撳咗幾人咁樣咯，跟住又噴胡椒啊，喺度大家逮捕咗好多人啊咁樣。咁件事就係咁咯。好啦，咁發生件事咁樣，我哋咪要處理咯，係咪？好啦，我要提嘅乜嘢咧？我話點解警方只係撲街咧？佢就不斷咧用佢。警方的 Facebook、OK? 即當然了、我知道大家都不喜歡看他 Facebook 的、為什麼我們會看警方 Facebook 呢，等於即很多人沒人看亞視以前、但無線看亞視的嘛，還是看他做什麼的、我們看看警方做什麼啦，他就說我們主辦單位在2:50宣布了遊行結束、遊行結束之後那些人呢就是非法集結、所以我全部拉得、就其實他說的這個說法呢就想引導啲人咧，就話哇，你哋唔啱啦，主辦單位唔啱啦，你哋唔應該宣布個遊行結束，搞到啲人俾人拉。嗱、我一定要搞清楚呢個邏輯先。首先第一樣嘢，我哋企喺嗰度咧，頭先你聽我提，有喺現場嘅街坊咧，如果見到啲網上啲人鬧我哋，唔該幫手講句真話得㗎啦。我哋當時喺個麥度講，呢度係遊行嘅終點站，請大家和平散去。跟住大家做啲乜嘢，我哋理唔到嘅。係嘛？我哋叫人散啊嘛，永遠人終點站都係咁講咁講噶，邊個搞遊行都係咁噶啦，係嘛？你覺得如果我企喺個終點站度話俾人聽，喂，而家遊行結束啦咁樣，你覺得呢句説話都唔合邏輯嘅？明明咁多人行緊，邊個宣布遊行結束啫？我2:30開始行，喺上水1號花園出發。我噏都噏幾分鐘啦，我要經馬會道、新豐路、新城街、新康街、扶興街、新發街出新豐路，再翻去 A3。喂，傻噶！我講都講成分鐘啦，唔好話行咁黐線啦。2:30出發嘅遊行，成萬人行嘅，2:50可以完嘅咩？嚇、你估你而家政府起嗰啲單車徑啊，香港島嗰啲啊，飛100米啊？屌你黐孖筋係咪先？喂，即係你屈呢個都算啦。你點解要講到你拉人係同
我啲人遊行完之後有關你，喂，你有咩證據啲人遊完行啊？係咯，我哋成個遊行路線都冇上水中心嘅，嗯，你喺上水中心拉人啊嘛，關我咩事啊？嗯，係嘛？即係兩件事嚟噶嘛？你自己亂想中意拉人，你咪拉咯。嗯，你拉得咁理直氣壯，你咪講自己點樣拉人咯。係咯，講自己理據出嚟。你做乜拉我哋落水啫？咁驚死，係咪先？驚死到點咧？嗯，結果星期一警察就冇咗個四點鐘嗰、那個阿江常唔見咗。嗰、那個嗰、那個發個人意見發表會係嘛？唔見咗，跟住就播段片出嚟擺 Facebook 播。而播嗰度咧又修訂咗個講法啦，嗯，就講翻兩點五十分，我哋喺終點度係叫話俾人聽嗰度係終點，嗯嗯，但係佢突然間就講多句咧，就話話我哋咩唔知三點幾啊，佢我組織下時間先啦，大概咁啊，佢大概話我哋咧三點二十五分，嗯，主辦單位通打俾警方，致電警方通知佢，我哋三點零五分遊行已經結束。你諗下合唔合理？你諗下合唔合理？如果第一我哋冇打過俾你，宣布遊行結束，起碼我同林志玲兩個冇打過，因為我哋有啲咩人打俾你，我唔知。係你負責申請，都係你負責啦。Okay? 負責申請係我同林志玲，你應該聽到啲乜嘢翻嚟都問我哋兩個。係。我哋兩個冇打過俾你講呢啲嘢。嗯。OK， 我打俾你講嗰啲咧 ，TVB 出唔到街嘅，呢度出得街，我屌你，因為因為個問題就係、是、你亂鳩咁乜乜嘛。嗯係嘛？我哋喺度幫你嗌啲人疏散喺終點度、嗯，你就話我哋非法集結撲街，我唔屌你。嗯，同埋我話俾你聽，嗰、那個警民關科叫嗰咩、那個花朵叫玻璃 Sir， 阿玻璃我點知啊？玻璃心。阿玻璃 Sir 打俾我，我話即刻少佢嘅。嗯，我冇打過俾佢當日，我冇打過俾佢。嗯 ，OK， 好啦，收定咗之後，邏輯咩唔啱咧？第一我冇我唔會打俾你講呢樣嘢，我冇需要通知你，係嘛？有眼見㗎啦，佢哋都完就完，唔完就唔完，自己睇啦，係嘛？第二，你話我三點二十五分打俾你，嗯，喂，我哋三點零五分已經完咗㗎啦，咁嗰、那個係你下級向你上級報告嘅語氣嚟㗎嘛？你都傻傻地嘅、嗯，識我知我唔會咁好聲氣同你講啊，黐孖筋！我最多我遲咗打俾你，就算我打俾你，我都係話俾你話完咗啦。算咯、嗯，我屌喂喂，報告啊，三點零五分結束，仲要咁準確嘅時間，黐孖筋有冇癲啊？嗰段時我哋望到表都冇得睇啊，冇黐線啊，即係發神經喺度。喂，同埋冇得呃噶，因為咧嗰段時間咧，我喺個龍尾，我喺個終點站度咧，係大批全部影住我哋嘅，係，因為你睇嘅，我睇表都冇睇過。何來打電話？我何來打電話俾你？你真係痴痴地嘅，真係唔好發神經喺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警方呢啲咁樣嘅謊言咧，嗯，係嘛？真係令人髮指。我哋好少個節目試過咁耐，講咁多咁多時事嘢，咁樣唔係時事嘢，呢個係親歷其境。但係我覺得有必要交代咯，因為佢仲喺度，仲喺度散播啲。你我話俾你聽啊，你咁樣分化唔到我哋，我哋係唔會驚你嘅。係。你諗住分化啫嘛？我話俾你聽，每一個唔同嘅團體、政黨，僅有唔中意佢嘅人。嗯，你永遠鬧民建聯、鬧民主黨、鬧公民黨、鬧工黨。嗯，你僅會有一啲唔一啲 haters 啊，唔中意佢嘅人會支持你。係，但係你增加唔到啲 haters 噶嘛？嗯，冇用噶，冇意思。而家結果係點啊？係嘛？有啲人幫下你口鬧我哋嘅，咁邊個人邊個鬼？大家見到咯，係咪先？都傻傻地。總之咧，我作為今次一月五號啊呢、這個遊行同集會申請人之一，係嘛？我感覺同埋我經驗話俾大家聽，唔好信啲差佬咯。好冇啊 ？OK， 咁講到呢度，我都信佢哋。唔好理佢啦。嗱，我哋講翻外牆。好。因為咧，因為最近咧處理幾個 case 咧，嗯，都係同啲外牆咧係極之極之有關係。嗱，點解咧？點解突然間呢期係外牆做焦點？係啊，嗱，我上次咪啱啱講個 case 咧，就話有人發現咗個公嘅寫外牆係屬於私人啊嘛，係啊，係嘛？咁最近同埋一間我要處理嘅 case 係咩咧？個外牆咧，啲領展啊，或者房署啊，係嘛，就話係自己嘅。
即係有啲屋苑咧，佢哋個下邊就係商場，上邊就係屋苑住宅咁樣。咁呢啲 case 你多唔多？你哋地區少啲啦。如果啦，如果不過唔係而家我當區啫嘛，之前大埔嗰個。不過就唔係領展，係唔係領展？但係都係類似咁樣，又係商場下面上面嘅嘢。嗰個係私人之間去拗啊嘛。咁我成日都講俾大家聽咧，我今日想主題係想講咩邏輯咧？我想講個邏輯俾大家聽。究竟你係法團？假設你係法團，係 OK。嗱呢個問題好難答㗎，大家嗱諗清楚啊。聽眾都諗清楚。假設你係法團，你負責管個大廈喎。OK。究竟如果個外牆有爭議，有爭議喎，個業權有爭議喎，你會爭取變成你嘅管轄啦，定寧願放出去俾人管咧？你會選擇乜嘢咧？嗱 ，A 就係選擇爭取翻嚟，自己管。B 就係你管咗佢啦，即係有爭議嘅情況。有爭議情況之下，你嗱，因為嗱，點解我咁問咧？因為影響噶嘛。如果你根本上好想爭取翻嚟嘅，咁我哋應該今日就探究點樣爭取個外牆翻嚟管啊嘛。咁如果你根本上就唔想攞翻嚟嘅，你覺得唔攞翻嚟係上風啲嘅，咁你咪應該諗辦法點樣俾人啊嘛。係嘛 ？OK。你哋兩個點睇啊？呢個問題攞翻嚟，好難好難講一概而論嘅，不過盡量研究下。係啊，攞翻嚟啊！攞翻嚟。攞翻嚟就可以變做一個公家的位置，由法團管理。日後即如果係有啲公，即係嗰個外牆有啲咩維修保養啊，即可以法團有個主導去處理。因為其實好多時都收到一啲屋宇署命令話啲外牆剝落噶嘛。咁如果嗰、那個收到命令之後由法團去處理，咁就相對容易啲啦。但係即當然業主就要夾錢，即對業主係。即係我覺得是兩面刀嚟嘅，係嘛？係啊，真係。O K， 史俊南咧，我諗緊呢個問題真係深思好耐。係啊。我平衡完之後，我都覺得我寧願放出嚟。你放出嚟。我寧願放出來。我估到你兩個係咁答。好，阿南講埋先。好。嗱，因為咧，我點解話平衡咗好耐咧？我收過個 case 就係、是、就正正有業主想有個咁樣，唔係係攞翻翻嚟。但是因為個原因就是除了個業權是屬於自己公家擁有之外，有些其實都可能會轉化為收入，譬如賣廣告等等的東西，那我們租回出去可能一些廣告位，但是呢我想我見識過的要給的錢出來呢，其實可能遠遠大於你收回來的錢，所以我感覺上就是譬如剛剛你維修保養啦、保險啦，甚至乎命令等等的東西，我寧願不要那筆錢，都好過這個責任呢就可能不是屬於公眾，即是法團那裡這樣。我真的做這個節目之前都想得很清楚，如果問這條問題好，我也估計兩位拍檔呢是會怎樣回答，為什麼我會估到他兩個怎樣回答呢？是從他們過往處理問題去解決的。因為伍海欣呢他那區我都熟悉啦，會有很多我講，你哋可能真係未聽過好多。如果我講即係處理緊啲問題啫，覺得哇會有啲咁嘅嘢嘅咩？你知唔知道好多院即係五海個區啊，係特登揾律師搞一蚊買翻個外牆翻嚟，特登要咁做，就為咗頭先五海講嗰啲好處啦。我喐個外牆，我唔使問過你，你唔好阻住我做維修，係嘛？因為我啲樓比較殘舊，係嘛？你阻住我做維修，我要做多程序，影響我招標，啲嘢過曬秒做唔到，又已經整到你對咩法律責任要負責，係嘛？嗱，呢類型嘅狀態，即係五海嗰種咧，一間樓我會話翻俾大家聽點解會出現咁嘅狀態。到阿南遇到嗰啲咧，通常就係講緊嗰個管理嘅模式咧係複雜繁複。喂，有人啃咗佢就最好啦。不要自己搞了，很煩的，又要即說真的，你外牆用來做廣告真的是做生意而已，做生意在賺錢的嗎？是吧？你運作呢？是吧？維修保養呢？是吧？全部都是錢，跌下來又要弄親人，是吧？賣過什麼廣告又不知道，為什麼民建聯賣過廣告又罵他，民主黨又可能被人罵，不知道怎樣的嘛，是吧？所以你們兩種的經歷呢，就是令到
出現了這個問題是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。嗯。而我你們兩邊的東西我都有接觸的嘛，所以我會估到你們兩個是會出了兩種不同的看法。嗯。不過我們今天探究過外牆維修，我們就我嘗試簡單去分別一下什麼情況之下是五海那套是適用，嗯，什麼情況之下是阿藍那套相對適用，嗯，簡單來說呢，如果你那個外牆擁有權，嗯，是由一些相對私人，嗯，就是個別獨立業主啦，或者是舉個例，有些是通常去到區裏點呢，你有了地鋪，嗯，你有埋個外牆，不知點解啊？但係個公契咁寫，你買咗地鋪，嗯，就外牆你，嗯，automatically 你擁有，嗯 ，OK。咁但係個地鋪主喎，我無辜喎，我地下嘅喎，好多都唔想要，我上面冇用嘅喎，係嘛？咁佢唯有佢就保障自己，係嘛？喂，我又唔想喐，係嘛？我賣俾你啦，你管咗佢啦，咁。嗯。咁呢種狀態係會，我都會傾向喂大家群策群力咪做咗佢咯，係嘛？因為你唔好。有些人成日都諗個 concept 咧，經常都會講，嗯。我哋每一次提呢個話題都會講，擁有個外牆，擁有個外牆，嗯，就所有嘢都係你維修，唔係噶。嗯，擁有個外牆咧，我形容為淨係掂到空氣嗰一陣咧係你嘅啫。即係個油漆或者磚面。油漆或者磚面係你嘅啫，嗯，裏邊啲批檔，或者係嗰啲鋼筋結構，嗯，全部都係阿公嘅。嗯。咁如果頭先阿 Bonnie 講嗰種狀況。個地鋪唔想喐，我唔想出錢去做，係，嗯，嘛？咁我又唔想你掂我擁有嘅外牆喎，嗯。咁你唔掂得噶咯喎？你諗下你點樣唔掂個面嘅狀況，得啊？做裏邊嘅結構修補，你真係唔同人體做內窺鏡咯，篤幾個窿，跟住去搞搞搞，唔得噶嘛，係，嗯，嘛？咁所以呢種狀態咧，就會好大可能咧係要選擇去攞翻個業權翻嚟。係，嗯，OK。咁啊，藍嗰種咧係另一種啦。就是他那個外牆那個其中一方有機會是擁有者呢，嗯，很大機會性呢是一些較為財力雄厚的公司的大機構，嗯，發展商，嗯，政府或者領展，嗯，或者房署，是吧？那這些呢我告訴你，我傾向給他去管，啊，即通常這些是什麼情況呢，就是上，嗯，下面是商場，上面是是大樓，嗯，就不同 Bonnie 那些是混合式的，是吧？咁所以變咗咧，喺呢種狀態底下咧，你俾佢管咗有個好處喎，嗯，孭都去孭曬飛嘛，嗯，而佢一定有我財力孭得起個飛，嗯，我俾咗你管，喂，所有結構嘢你搞掂曬佢，嗯，係嘛？你幫我搞埋，我上面夾少啲錢添。但係當然，佢會唔會做到個好 mean 咁樣問你上面夾翻啲結構錢？嗱，理論上我覺得佢如果問你夾結構錢，嗯，你要夾嘅，八個政府不敢問你夾咯，佢唔通佢管咗嗰度，跟住開張單問你攞翻錢咩？係嘛？咁咧即係變相慳咗錢嘅，嗯，即係喺嗰個狀態底下咧，係應該 release 嗰，嗯，個擁有權出嚟。嗯，好啦，咁點解會出現咗呢個討論咧？係咯，因為呢個世界咧，嗯，好多人咧，嗯，就唔係好似我哋咁理性嘅，係衝動咗係嘛？譬如因為你兩位相對理性的啦，因為你哋頭先諗嘅時候諗得好深、好審慎，嗯，你哋都唔係話啊斬釘截鐵，我個一定啱嘅，你都唔係咁樣嘅，其實我都冇一個一定啱嘅，即係睇情況嘛，要係咪？係啊。咁有好多人咧，嗯，譬如經歷過你嗰啲屋苑咧，嗯，佢嗰本天書咧，佢個説明書咧，就係咁樣噶啦，冇得改。就係，是，喂，冇黐線啦，外牆都俾咗人啦。定攞翻翻嚟啦！寧失千金，莫失寸土。啊，嗰度我哋領域嚟噶嘛，做乜損失咗佢？要保護我哋嘅家園，保護我哋家園，捍衞佢啊嘛，即係大領落啊，大佬，你明唔明啊？有啲人係咁啊嘛，好拉黐線噶嘛，係咪先？好極致。有啲係阿市場嗰啲，就睇翻你嗰啲。嗯。妖，做乜要個外牆啫？唔好孭上身，唔好搖，唔好孭上身。誒冇用嘅，係嘛？咩盡量俾佢搞曬，嗌佢搞咯，嗌負責唔負責告佢咯。嗯。當那個是一個地鋪的業主，你告他什麼啦，他說，哦，你就做吧，你不要整爛我夢牆，不過，那你怎樣？即是，我經常都見到這些人，是嗎？唉，好慘啊，Bonnie。我永遠都見到當那個情況之下，是需要將個外牆就放給人，他就想收回，要收回。當那個情況之下，要收回外牆，怎麼可以給人的？怎麼可以給人的？搞錯啊。係嘛？領土嚟噶嘛？我哋咪我第時拆樓，
咪賠少啲。你幾時聽過拆樓拆外牆噶？唔好黐線啦，係咪先？邊有賠俾你噶？係咪啊？即係賠個單位嘅啫，賠個 owner 嘅啫嘛，係咪？即係呢個係，即係我覺得係值得討論嘅，因為我今晚去開個會又係處理呢個問題。嗯。即係佢哋又係好介懷，今晚個會我就會建議佢哋，喂，你由得佢哋管啦，係咪？點解唔俾佢哋管啫？所以我就即係借呢個機會咧，即係同兩位即係交流一下咧，即係喂係要彈性啲處理嘅。好多事物咧，唔係突然間、啊、你都知道我哋聽我的電話好得意噶嘛，打嚟喂阿冼議員，我咧有個朋友有個大廈個外牆有個業權嘅，收唔收翻嚟好？收唔收翻嚟好啊？哇！真係頂佢，你成日收啲電話啦，滴曬汗咧呢啲，真係唔知頭唔知路，仲要幫朋友問，點答咧？我通常第一句就即係邊個屋苑啊？咁我起碼咁樣問咗先。知道。佢都仲係一個好人，你會點答啊？你攞啲文件嚟睇下先啦，或者嗌你朋友打俾我啊？係啦，我等佢嗌你朋友打俾我，收佢錢。因為都仲有好多問題要問噶嘛，即係起碼要知道究竟嗰個外牆係佢要佔幾多個百分比啊？係咪成幅啊？一半啊？又要睇公契啊？咁所以其實唔係就咁話你問個問題，我哋即刻答到。即係有啲人咧，我成日覺得嗱，我哋都幫過好多業主啦。嗯。幫過之後咧，有啲業主好好嘅，佢知道咧有啲情況用香港屋苑係啱嘅。係。但係其他人諮詢佢嘅時候咧，佢都話：喂，呢啲情況屋苑唔係咁，我唔敢答實你。嗯。咁啊問我哋啦，呢個最正路嘅做法。嗯。但係有啲真係當自己處理咗自己屋苑咧，嗯，就當自己天下無敵嘅。嗯。OK， 即係情況等於我咪同你分享過嘅，香港有個地方搭 lift 要俾錢噶嘛，係咪？好多人知道呢個就成日問我，喂，我咪收錢咧？行樓梯可唔可以收錢？哇！我真係頂唔住啊！所以嗱，呢個外牆嘅問題咧，我哋嚟緊，我哋解圍會從呢個方向啊，即係盡量攞多啲呢啲極具爭議，同埋咧唔係話喺每個屋苑做落去都通嘅嘢咧，就放落去俾大家睇。係咁啊，仲有嘢要做啊！最後就梗係支持城寨行更遠嘅路，睇一睇我頭頂上面嗰個轉數快 FPS 嘅號碼就係2629640。2629640，咦？好似咦咁嗰啲。2629640係啦，係啦，啱嘅，係7個字嘅。7個字嘅，唔係電話號碼嚟嘅。冇錯嘅。所以咁啊，同埋你就收歡迎嗰度都係你睇翻啦，係 Carmen Kong 啦，即係佢個名，即係佢俾星星你嘅，啲星星數目係啱嘅嚇。係啦，係啱嘅。或者亦都可以用支票嘅，可以睇我哋下面呢度可以寫翻個寄翻嚟啦，或入翻去數俾我哋。咁啊，同我哋一齊行更遠嘅路。係啦，冇錯。咁啊。今日搞为节目到呢度为止，好吗？好，下个星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